今天天气不错，气温27度，海边吹着风，感觉挺凉爽的。所以我和本尼呢就决定沿着沙滩去走一走。我们特意穿了厚底的拖鞋，踩在沙滩上比较舒服。可是呢，我也不愿意我的鞋子打湿了，所以刚刚本尼呢就把我从这个水沟里面背过来了。他的鞋子呢沾了水以后走起来嘎吱嘎吱响，而且也会有一点沙子。我的鞋子就还好，就更好走路。沿着海滩到处都是酒店，其中也有一些是整栋的吊脚楼出租的。这种房子呢就很适合退休的人比较长时间的住在这个地方。而且呢，这种居住地里面哈，游客是不能随意的走进去的，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走进去拍摄。但是我们路过的时候哈，也看得到基本上是一些欧洲的年长的人居住在里面。当然了，这里的酒店也基本上都是欧洲的旅客，因为最近中国还没有游客过来嘛，所以这里几乎是欧洲人的天下。我们来看看现在这里的一栋房子，它的海堤啊是修得很牢固的。走上来以后呢，看得到它是一栋固定的水泥建造的一栋楼，这种房子呢就非常的坚固。旁边还有大家公用的凉亭休息的地方，这里的环境是比较好的。我们现在基本上要走到这个海滩的尽头了。这里的房子呢因为比较偏僻，就没有人投资比较好的旅馆酒店，所以看得到都是比较原生态的样子。我和彭妮尝试着继续往前走，但是呢看起来前面的路越来越难了，几乎没有落脚的沙地，而石头上呢又有青苔，这是比较光滑的，所以走在上面是很危险，万一甩一跤啊就很容易受伤。我们现在呢通过 Google 地图找到了另外一条离开沙滩的路。难道这汽车能在这样的路上开吗？哇，这也太吓人了，这怎么开啊？你在前面发现了什么奇特的虫子，叫我过去看。这个路这么陡，这汽车怎么开呀？哇，太吓人了。爬上了陡坡，我们只看到了两个门，但是呢都已经关上了。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修这一条路呢？这左边是一条死胡同，右边呢，左边呢，这些门全部都锁上了。后来呀，我们走到墙边上看了一下，原来在山的另外一边呢，有很多的别墅、高档的房子，他就不准游客走进去。想到真的有汽车开上来了。cool， 真的有车开上来。OK， 老粉，都老粉。太吓人了！天哪，这个路好陡啊，这车怎么开上来的 ？My God！
它好热了，想买点水喝。但是这个现在是9:01，也太早了。这是一座真正泰国人自己居住的吊脚楼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就堆满了杂物。但是它旁边专门为退休人修建的社区公寓就不一样，这样现代化的公寓主要是为了吸引欧美的老人到这里来居住。它的设计很现代，里面的布局设施都非常的完善，当然哈，这也是非常贵的。晚餐标准是300元人民币。这里的天然椰汁非常的便宜，一个椰汁才5元人民币。我30年前在厦门买的第一个椰子也花了8元人民币。走了2个小时了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正好看到路边这里有一个小餐馆，看起来挺干净的，我们就决定坐下来在这里吃早餐。鸡肉就是一家人自己开的一个小餐馆。Good appetite. 今天吃的大餐，这是什么？咖喱炒，鸡蛋。